早晨Hello，大家好，，Kason，早早晨，晨啊，早莎莎，晨，系啊，早咁晨。多位都好开心啦，应该今日，因为琴日临尾收市又升咁多，今日一开市咧，而家呢个中数都升400几点啦，咁啊，而家我开咗期货嗰边，但系而家咧就恒生指数做紧22,335点啊，升444点啊，咁样，咁今朝其实都喺度睇紧个势咧，都几好，因为琴晚咧道指嗰边收254点啦，但系嗰个期货嗰度咧，其实都已经一开嘅时候已经系冲咗去22,000几噶啦，咁样，咁所以都大家都估计到今日咧应该都系会杀晒啲熊仔啦，然之后啲牛仔就应该靓靓嚟嘅，咁然之后琴日嗰个鲍威尔都讲啦，话表明都唔排除会加息半厘啦，咁样，咁都想问下Kingston 咧，咁问 Kingston 之前咧都要同大家讲，咁啊大家都早晨啦，你未够班就唔好意思，你病咗，希望你可以快啲好翻啦。咁啊，如果大家都有啲问题想问Kingston 啊，同埋都想倾下偈咧，尽量踊跃啲喺我哋嗰个留言板度留多啲言啦，咁样，系啦，我都想问你，因为咧而家我哋嗰个大市走势咧，其实嗱，琴日我睇啦。已经系好明显咁样咧，补翻呢一个睇下先。3月4号咧，星期五嗰个下跌裂口嘅，咁今日咧就都已经完全地补埋3月3号至3月4号嗰下跌裂口，即系两个下跌裂口咧都已经补晒噶啦。咁啊，冲紧上去22,500啦。你点样睇嗰、那个而家个恒生指数走势？你自己一个目标价咧系会去到边一度咧？係啦，咁就而家已經係補翻兩個裂口啦。咁就尤其是今日嚟睇嘅話，你補埋咧就3月3號嗰個裂口啊。咁嗰個裂口嘅下邊嗰個位置嘅話咧，就講緊大概咧係22,378点嘅。咁而家已經升到上去咧，就即係今日嘅高位睇嘅話，22,423点啦，已經係嚇。咁呢個咧就係、22,423点嘅位置嘅話咧，亦都係啱啱好咧，就講緊咧係由高位嚇，咁咧就即係跌咗落嚟低位之後嘅話，即係話25,050嗰個高位嚇，咁就一路跌到落去咧，就18,235点嘅低位之後嘅話咧，反彈咗61.8% 嘅黃金比率嗰陣個位置咧，就大概咧22,440点到呢啲位置啦嚇。咁而家呢個位置嘅話咧，就即係今日嗰啲高位嚟睇嘅話咧，就都幾關鍵下嘅嚇。咁如果可以係進一步咧係企得穩啊22,440呢啲位置到嘅話咧，咁即係話咧就即係更加進一步可以係肯定咧係已經係短期嗰個底咧係見到啦，已經係嚇。咁亦都冇大家期望住咧，就會再跌翻到20,000点啊、19,000点立下呢啲位置嚇。咁短期嚟睇話就係唔會噶。咁除非真係俄羅斯用埋啲核武啦嚇，咁就即係如果唔係出現一啲咧係好恐慌嘅情況出現之前之下嘅話咧，個股市咧應該係可以話已經係見到個底啦嚇。咁就見到個底之後嘅話咧，個問題就話，係會唔會再進一步上升啦？咁就即係回覆翻你個問題咧，就話如果再上升嘅話，去到咩位咧？咁前邊嚟睇嘅話咧，都仲有啲阻力嘅。當然就即係50天線、100天線啦嚇。50天線嘅位置咧就係23,100到嚇。咁100天線嘅位置咧23,600点到嚇。咁呢度咧距離都係500点到㗎。咁就所以就後市會有個機會進一步做翻好啲嘅。咁就亦都係啦，睇住咧20天線呢個位置咧，下邊嘅支持位啦，尋日突破咗之後，今日亦都可以企喺上高嚇。咁就即係未來嘅時間睇嘅話咧，20天線嘅位置嘅話，反而咧可能有機會咧成為一個短期嘅支持位置啦。咁而家20天線大概21,400点到呢個位嘅。咁大家都開始出咗嚟啦，有少少大回音啊！我想問你係咪喺廁所？我呢度係一間房嚟嘅，呢個會議室嚟嘅。點解可以大回音到咁樣嘅位？嗱，因為我就唔用我個後邊嗰個藍色嘅天空俾大家睇一啲陰天嗰個情況啦，睇下我點樣可以改到咧。其實，因為我而家呢度咧喺個會議室入邊咧，係因為等我出去開咗道門會好啲咧。可能都會，因為咧嗰個回音大到一個點，係我驚啲聽眾都聽得有啲辛苦。係咩？
係啊，我自己都覺得有少少回音喎，但點解係啊，我自己都覺得係嘅。咁開一開，你話開一開門，我試下開開門，好。等我即係開開門。呢個鐘數你開門，咁喺佢開門嘅時候咧，我不如都講一講今日咧我自己炒嗰個牛仔嗰個操作咧，係咯，我都懷疑佢係 bathroom 嘅咩？咁跟住其實大家都睇到嗰個1分鐘圖咧，都係咁喺度賣上去噶啦。咁而家咧，我見到暫時短期嗰個阻力位咧，就可能係呢一個嘅22,287點度啦。咁我睇下佢可唔可以維持到咧，即係短期嗰個阻力位。好啦，咁啊。开咗门啦，系咪啊？开咗啦，诶，好好多，咦，真系好啊，多，即系流冇通头性先嘅咁。流通流，我谂流通性嘅问题。系啊，冇头先咁夸张。头先嗰啲声音，你净系 bang 声咁样打翻嚟啊。咁啊，嗱个。会唔会调翻转咧？我系而家识细咗啲声咧，会我自己听你把声细咗，会唔会好啲？唔 anyway，关唔紧要啦。事，点会关事啊？其实其实唔关事嘅，系咯。真系唔关事。喂，好啦，其咁实啊，最主咩要啊？咧就系我哋几时可以真系面对面做翻节目啦，会好啲嘅。希望都可以好快噶啦，因为而家都有嗰啲措施都慢慢减落，咁样咁啊，希要望等大家四月都中啦，可能真系仲有成个月喎。系啊。咁你谂啱下，啱如仲有一果个月三，喎。仲有一个月，差唔多，差唔多，差唔多，系咯，4月20号可以等到。系啊，293都开始有复飞啦，又成啦，更何咁可能我哋都好快啫，嗰、那个希社望，交希距离望。系啦。咁跟住嗱，而家都要答一答啦，因为应 Terry 啊，Terry 你嘅学生我好记得嘅，佢就系问只二十啦，都系继续问只二十，系啦，点样睇？喂，但系其实都系喺6个几，完全都好似唔系好关个跌市事喎，呢一只而家。系啊，咁就20号真系，即系你可以话佢系一只好闷嘅股咯，吓。哈哈，咁你买完之后又唔会俾你点样赚钱嘅，但系你买完之后又起码唔会令你输钱啊。咁你就即系睇你点睇啦。你中意满嘅话，唔中意咁大波幅嘅话，你买只20号嘅话系几好嘅吓。咁起码唔会令到你心伤啊，或者你令到你瞓唔着啊。咁反而咧有个机会咧就即系落到低位啊，6蚊楼下嘅话咧，等你买一买完之后，而家升翻上嚟又有得钱赚咁样咯。但系你话要大升嘅话，暂时真系见唔到住我谂要，因为佢公司嚟睇嘅话，基本上咧冇乜特别嘅消息嘅。咁就即系先前一段时间嘅话咧，消息都系比较少嘅咁要等到咧25号啦，咁就即将会公布业绩啦，星期五。星期五公布业绩，咁就睇下个业绩公布嗰时嘅话，你有啲咩嘅新嘅启示俾到大家咁所以有货嘅话咪继续揸住咯，冇货嘅话咪又再等6蚊楼下，我谂机会就而家应该冇啦咁我都喺6蚊楼跌嗰日跌咗6蚊楼下呢啲位置咧，帮啲客咧都买咗少少嘅，但系就即系6.01呢啲位啦，跟住之后已经系落唔到去嘅，已经系咁所以如果你真系想买嘅话咧，都暂时我见唔到6蚊楼下，除非个业绩好差啦，但系唔预期啦咁所以如果要买嘅话咧，就即系6.1、6.2到6.2楼下呢啲位置买，我觉得都已经系 OK 噶啦咁你亦都冇望短期之内会系升到上7蚊度，但系上7蚊嘅，我觉得一定会嘅只不过迟早嘅问题咁就即系呢只闷蛋股可以唔使讲噶啦，其实。系，咁啊，今日其实恒指都升得太，都夸张啦。但系嗱，而家咧，我见到咧，期指嗰方面咧就缩咗啲嘅，咁啊都有啲向落嘅走势。如果大家有揸住啲牛仔嘅话咧，可能都真系要，食定少少先啦。因为始终今日咧都升到某一个位咧，杀晒啲熊仔咧，都应该靓靓味噶嘛。大家睇住个仓位先啦。另外咧，今日咧其实跨嗱700收市之后咧，就系会公布呢个业绩啊嘛。咁其實佢咧今日係見過最高403.6嘅，即係翻去400蚊嗰啲位嘅。咁啊，而家做緊397.6啦。其實要炒呢個業績嘅消息，或者要預先炒定嘅話咧，基本上我覺得都差唔多7,700，而家都係得翻半日到。咁啊，Kingson 有冇話點樣睇佢而家騰訊嗰個走勢咧？因為始終啲人都覺得預期都應該係真係唔係話真係好好噶啦咁樣。
冇錯，佢業績嚟睇嘅話，一定都唔會好啦。咁就即係如果係嗰個監管嘅問題之下嘅話咧，反壟斷嗰個因素之下嘅話咧，見到阿里巴巴嗰個第三季嘅業績嚟睇嘅話咧，都係即係如果嗰時公布嘅第三季業績咧，都係差嘅，已經係啦，即係3月初嗰時啦。咁咧都所以預期咧，同樣都係一個龍頭啊，處於一個壟斷階段嘅騰訊嘅話咧，亦都繼續咧受到反壟斷嗰個拖累之下嘅話咧，就即係嗰個全年嘅業績都唔會好噶啦。咁就即係大家留意翻啦，最緊要第三、第四季啊，第四季嘅業績啊，嗰個情況係點啦？冇預期會係一個係下跌嘅，阿里巴巴係下跌嘅啦。咁就即係騰訊都唔，但係就算有升嘅話，都係一個好低嘅數字咁樣上升嘅啫，咁或者講緊咧就可能講緊係季度嗰個業績嚟睇嘅話咧，可能係講緊呢10年嘅最差嘅一個季度都唔定嘅嚇，咁所以就即係對於嗰個業績嚟睇嘅話咧，係唔會有任何嘅寄望喺度啊，咁而家個股價升到上而家呢個400蚊呢啲位置嘅話咧，只不過反映翻咧就即係佢未跌之前嘅啫，即係中概股未受到話有個機會係被除牌嗰個時間之前咧，其實都係講緊咧係都係呢啲大概呢啲位置到啦，咁所以即係400蚊呢啲位置，真係出咗個業績嘅話係，如果真係係比預期係好好多嘅話，咁先有個機會再進一步大升啦嚇，或者好似阿里巴巴咁樣搞回購咯，系啦，咁阿咧里佢巴又巴搞回回购。購咯，咁唔靠個回購嘅話，佢點會升得咁多係咪啊？即係騰訊嘅話，如果真係亦都宣布即係而家興回購啊嘛，系 啊。一嚟個股價低。二嚟嘅話咧，啲公司咧冇乜嘢發展嘅話咧，好多錢喺度啊，咁咧做咧就做啲咧就係即係資本增值啦，就變咗咧係回購啦，令到股東嗰個價值咧有所提升啦，咁希望挽救到個股價咯咁就即係無論係阿里或者小米都係做緊呢啲嘢啦，咁而家大家騰訊咧會唔會都有啲咁啦咁？就即係大家咪寄望下咁咯，如果唔係咁樣嘅話咧，就真係咧，我唔覺得有任何驚喜令到佢嘅股價咧急升嘅。咁你讲起阿里巴巴咧回购嗰样嘢咧，其实都唔好话喎。佢出咗呢个回购消息之后咧，250亿啦，增加到美金250亿美金，咁啊为期2年嘅话，其实咧都算系对巴巴嚟讲有啲几好嘅刺激度啦。你睇下而家今日都升6%，最高啊都系。佢幾慘啊！創月新高係119.4，係創月新高。咁啊，但係都挨住啦，挨住近期嗰啲高位都而家墊翻到晒所有嗰啲支持線啦，翻翻去100天線添啊。咁117.6，其實咧阿里巴巴出咗呢個回購消息之後咧，我聽你嗰個語氣咧，覺得好似係咪有啲睇淡或者覺得麻麻地咧呢啲消息？咁就兩睇啦，咁又唔可以話完全睇淡，因為你呢個回購嗰個行動嘅話，的而且確係用250亿，當然啦，講緊去到2024年啦，即係講緊3年之內啦，咁即係逐步回購啦。咁而家即係講俾大家知，大家玩回購呢樣嘢嘅話咧，其實咧就即係大家我諗都有經驗嘅啦，咁就回控曾經大幅。第一次大幅嘅回購之後嘅話咧，咁就即係個股價飆升咗上去，會跟住消息冇乜消化咗之後嘅話咧，慢慢上翻落嚟噶啦。回購呢樣嘢嚟睇嘅話，係好事，對於股東嚟計嘅話係好事咁因為咧，你嗰個發行量嗰方面咧係減少嘅話咧，咁自然咧你嗰個股東嘅價值嗰方面睇嘅話咧有個提升咁呢個咧只不過係一個我自己覺得有多少係。屬於一個財技咁嘅形式嘅咁你用呢種方法咧，就挽回市場投資者股東嘅信心，咁呢樣嘢做法咧係好事嚟嘅咁為股東增值嘅話，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佢肯做啲嘢，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個問題就話，對於基本因素嚟計，有冇任何嘅改變係冇嘅只不過用啲係錢。嚟
挽回股東的信心咁解嘅啫，而唔係話咧公司嘅業務嗰方面咧係因為使多咗呢啲回購啊，使多咗錢之後咧業務啊多咗，或者有啲新嘅發展咁，令到咧就嗰個基本嗰個因素咧係個改善係一啲都冇嘅啊，咁所以就即係你話回購呢樣嘢到底喺眼目中嚟睇嘅話咧係好事定唔好事？唔可以話唔好事啊，只不過咧係咪真係咧可以令到咧大家對？你起碼令到我對於阿里巴巴嗰個觀感會真係有個改變，會改善、啊、未來嘅業務係咪真係有個新嘅亮點、新嘅起點再開始過，再令到佢處於一個壟斷嗰、那個那個地位上翻去？我覺得永遠冇可能嚟而家啊！佢個未來嗰個地位嚟睇嘅話，壟斷嘅地位嘅話咧，係逐步咧係即係會係被分化。國家嗰個共同富裕啊嘛，啊，佢要扶持一啲二線嘅科技股份，或者係中型嘅科技股份一路上去，啊，共同富裕，啊，咁佢自己一個壟斷嘅時間，壟斷嘅龍頭嗰啲公司嚟睇嘅話咧，未來只會係個業務或者盈利嗰方面咧，係會係慢慢被攤薄減少，而唔會回復翻咧以前嗰種暴利。啊，呢個咧大家要有個嗰個心理上啊。即係嗰個思想上咧，要係一定有個改變啦，啊，唔係過去嗰二十年嗰個暴利啊嗰個情況咧，係唔會再出現。如果再出現嘅話，即係話阿爺所做嘅嘢係唔可以係全面咁樣貫徹做咗出嚟咯。如果咁樣嘅話，嗰個監管嗰方面睇嘅話，會唔會繼續咧係更加加強咧？啊，咁即係大家呢、這個咧就即係當然唔係話而家一時半下一年半年啊就可以睇到嚇，呢、這個中長線嚟睇嘅話，大家可以睇到到底阿里仲有幾大嗰個增長空間，甚至乎我唔係淨係講阿里啊，就算騰訊嘅話，仲有冇機會回復翻咧？就係四五年前嗰個每季嗰個盈利增長係三成四成。啊、一年的增長去到七成以上的增長，還有這個機會呢，大家要想想這件事才是最重要的。好，那我見到、有個朋友呢，即叫錯了，看錯了你笑，叫李景霞，但其實他想叫你 Kingston 的，那 Kingston 其實他都問你呢認不認同呢2022年呢就說美股那邊呢就再係幾睇好啊！咁始終近排美股個走勢咧，其實都靚仔嘅，即係啲科技股啊、啲航運股啊，或者係甚至乎 Apple 嗰啲都好啦，都係繼續升翻上去嘅，有個幾靚仔嘅走勢。咁但係咧，又牽涉到加息嘅問題啦，咁啊政治局勢嘅問題都有影響啦。咁美股嗰方面嘅話咧，其實會唔會話大家都要再小心留意一下咧？又講翻美股同港股嗰個最大分別係咩啊？咁就港股係受到兩方面嗰個夾擊嘅。咁你上年嚟睇嘅話，港股表現最差啦，跌咗成14%啦。咁美股表現通常最好啦，中國字都係差㗎啦。其實係咁美股佢只不過受到自己本身個影響啫，佢唔會受到中國嗰邊嘅影響嘅。咁咧美股如果係資金再繼續流入去嘅話，美元嘅市場嘅話，佢而家美元霸權嗰個情況咧都持續嘅話，咁美股都仲有個機會比較會好啲嘅嚇。咁港股就好難啊，因為港股除咗受美股即係最明顯嘅例子就一講話中概股份被有個機會被除牌嘅話，咁就即係美股打壓出咗嚟之後嘅話，咁港股咪落曬落嚟咯，創咗十年嘅低位啦嚇，123啦。咁除此之外嘅話，上年個股市上年年中至到年底個股市急跌落嚟，點解咧？中國打壓啊嘛，中國一跌嘅咧就即係中概股份唔係中國股份啦，科技股份、龍頭股份嘅話咧就即係受到啲監管嘅嘢，令到呢啲股份跌曬落嚟。咁所以港股嚟睇嘅話咧，你受到兩邊嗰個夾擊嚟。計嘅話咧，咁個表現係差嘅嚇。咁如果真係純睇美股嘅話咧，個表現咧真係有個機會係好過港股係期嘅嚇。因為只要今次嗰個減息啊，咁而家鮑威爾佢都係好識得利用市場嗰個信息啊嚇，咁而減低嗰個風險嚇。咁唔係好似以前啲聯儲局嘅官員嘅話咧，就即係。突然間失驚無神嘅話，做出一啲咧就特別嘅動作出嚟嘅話，令到市場咧係出現個恐慌出現啊！佢而家已經講到明啦，
個五月份話隨時要加半釐喎，嚇咁即係加息個因素而家講緊都係最大啦，咁即係俾大家市場上咧消化啊，咁就算你三月份加息嘅話咧，佢一月份嗰時已經講到話會三月份加息，講到加到半釐添，咁最尾二分一釐四分一釐，咁市場即刻冇曬反應啦，個市又跌啦，咁如果就算你而家真係五月份嘅話加息半釐嘅話，而家已經開始消化緊嘅話，咁到時嘅話亦都冇乜太大影響啦。即使話今年嚟睇嘅話會有零次嘅加息，佢亦都有提咗出嚟啦。而家一路做轉消化嘅話，除非真係加息咧，令到整體嗰個經濟咧出現一個咧係滯漲出嚟，因為大家知道通脹都仲會出現嘅嚇。咁如果加息之下嘅話咧，通脹仲會持續。咁而咧因為個通脹問題咧，而令到咧或者加息因素，令到咧嗰個經濟咧出現咗係出現一個衰退回落嘅話咧，咁出現個滯漲嘅話咧，呢個咧先至係美股一個最大嘅風險啊！咁會唔會真係出現咁嘅風險咧？咁我覺得有機會又唔係咁大啊，因為聯儲局而家都係睇住個市場嚟做事嘅啫嚇。咁如果真係個市場嘅話，跌落嚟唔係話跌，唔係話先前嘅時間咁強嘅話，佢收水嘅步伐咧，亦都可以係減慢噶嘛。咁講嘅話，未來的時間會有六次，預期會有個機會加六次，可能就即係會淨係加四次咧都唔定啦。咁如果咁樣嘅話，個美股要跌真係唔係咁容易嘅啊。咁所以覆翻你呢個問題嘅話咧，美股個表現嚟睇嘅話咧，我覺得都真係仲有機會咧係好過香港嘅。就係攞上個星期嚟計，冇攞呢幾個星期嚟計啊。上個星期嚟計，上個星期港股咧反彈咗之後，由低位18,235點反彈，咁反彈完咗之後嘅話咧，嗰個股市咧就升咗八百三十五點到啦，個升幅4.幾%啫。而上個星期嘅美股嚟睇嘅話咧，道指升咗5.5%，納標普升咗6.1%，6.16%，而納指升咗8.28%，即係你可以見到，如果要反彈嘅話，美股嘅表現咧係遠遠係好過港股嘅啊，咁所以都復翻嗰個問題就係美股不再美好嘅話，除非真係有啲令人意外的事情發生啦，否則嘅話咧，美股表現咧，我覺得都仲有機會好過港股。咁因為正南都唔喺度啦，但係阿 Crystal 咧都有問到只五號仔，不過佢就係問啲動物嘢嘅，咁啊問只牛仔點樣部署。不過咧，撇除講緊牛仔嘅話咧，其實我哋都可以講翻五號仔個正股走勢咧，其實都係算係幾企得穩嘅啦。咁啊，而家今日做緊53.3，咁啱啱都我哋有講到咧，就係嗰啲加息嘅問題咧，其實最受惠於咧就係啲銀行股啊嘛。咁對於匯豐嚟講，其實美股那邊我看到啲銀行股都係升得不錯嘅，咁如果五號仔嚟講嘅話咧，其實持續睇即係呢個 moment 持續都繼續睇好佢咧，係咪都係一個幾正確嘅決定嚟咧？係，絕對係噶啊！咁咧就而家嚟計嘅話咧，各個類型嘅股份咧，都其實都仲有個風險喺度噶。咁就算咧啲科網股份嚟睇嘅話咧，就即係啲中概股份嚟睇嘅話咧，呢排上升啊，因為就即係今日傳出嚟就話中國嗰邊同美國嗰邊咧，關於啲信息披露啊、會計披露啊、審計披露啊啲數據嗰個問題睇嘅話咧，會有機會放鬆啊嘛啊，就即係會係俾啲中資嘅公司嘅話係披露更加多嘅啲數字啊，或者啲審計嘅數字咧，俾美國嗰邊嘅證券交易委員會啊，咁就呢個消息出咗嚟，亦都帶動到今日咧，點解咧？就即係呢啲科網股份咧，又再做得比較好啲啊！咁除咗呢啲科網股份做得比較好啲嘅話咧，如果真係實實在在嘅話咧，係比較可以真係比較睇好嘅話咧，就真係啲國際嘅銀行股份嘅話咧，就真係可以比較睇好啲嘅。咁就即係匯控睇嘅話咧，咁亦都係好嘅啊。咁就即係今年未來仲會加六次息咁樣，每次四分一釐咁樣嘅話咧，咁都對於呢啲銀行股份嘅話，淨利息嗰個息差嗰方面咧，係有個機會咧係擴闊嘅啊。咁呢個咧就當然係絕對係有個基本因素支持。
啊，而唔係好似啲方方股頭先講到巴巴或者騰訊嘅話，暫時見唔到有啲咩嘅好真係好利好嘅基本因素支持到嘅嚇。咁美國加息嘅話，英國亦都加息嘅話咧，咁就對於匯控嘅話其實係最有幫助嘅嚇。咁所以個股價底嘅話，而家又升翻上去咧，最高一條線啦，50天線咧都突破埋50天線咧，53蚊今日都突破埋啦，咁就即係。進一步慢慢升，佢又唔好似騰訊嗰啲阿里嗰啲升一成嗰啲咁嘅嚇。咁佢慢慢升嘅話，你會安全咯，你會覺得安心咯。咁呢啲股份嚟睇嘅話咧，買輪嘅話咧就都得嘅，唔係唔得嚇。咁就你話即係真係的而且確，你呢啲股票嘅話升1% 2% 已經係差唔多嘅啦。但輪嘅話係升10幾20% 嘅嘛。你如果真係都睇好呢類嘅銀行股份嘅話咧，買匯豐輪都其實 call 輪啦，當然唔係 put 輪啦，係 OK。所以就算啊 Crystal 啊正南唔喺度嘅话咧，咁啊 Kingston 都帮你解答咗你嗰个问题咧。如果货证股嘅话，其实都可以持续睇好啲嘅。咁始终银行股你而家受加息嗰啲影响咧，都系有个加息就一定系银行股最着数噶啦。咁所以可以再夹一夹啦。如果有嘅话，咁另外就系 Angus 啦，咁佢就问2269啦，应该阳明生物嚟嘅。佢就55蚊有货，有货嘅话咧。可唔可以走咗先定點咧？喂，其實我覺得走咗先好似都幾好啊！呢個決定，或者可能食半留半嘅話，始終佢而家大家都見到呢個阻力位咧，都係喺上次2月啊，2月中至3月頭呢一個撳唔到添，呢一個位係啦，呢個位，係啦，咁就係啊，的而且確，而家呢個位已經去到3月初個高位嚟。3月初跌落嚟嗰陣時個高位咁當然今日嚟睇嘅話咧，就有業績公布啦。個業績嚟睇嘅話咧，就即係純利嗰度咧就升咗係1倍啦。咁就有個業績支持，所以個股價咧今日一升就升咗成10% 上嚟啦。咁但係頭先你都講到咧，第一咧就即係去到三月嗰個高位啦。三月份嗰個高位咧就係67.95。67.95咁而家仲爭少少，仲爭少少，咁你可以等一等嘅。咁今日升就當我頭先我預期下邊有個觀眾咧就問啦 ，Alice 咧就問我恆指要睇幾多咁如果頭先我講到咧，恆指如果真係有個機會企到補翻個裂口位置啊，22400點樓上呢啲位置咧，就即係反彈。黃金比率嘅落1.8% 之後嘅話咧，進一步上升嘅話咧，就有個機會。首先第一個目標咧就50天線嘅位置咧就23100點啦。咁如果100天線嘅位置咧23600點都有個機會嘅嚇。咁如果真係咁樣嘅話咧，即係仲有成千幾點嘅升幅喺度喎。如果真係有成千幾點嘅升幅嘅話咧，咁呢啲藥明嘅話，咁都算一個低殘嘅股票，又有業績支持嘅股票嚇，咁可以進一步上升係有個機會噶，咁就亦都冇睇得咁多住啦。咁第一個目標就即係頭先講到咧，就即係喺3月初嘅第一個高位68蚊到，再高啲嘅話50天線嘅位置咧，都其實68蚊到嘅。短線啦，短線唔好睇咁長住啦。頭先講到好似誇張，23600點，哇！仲而家成1400點嘅升幅喺度，好似誇張咁。咁就即係逐步逐步嚟啦。睇50天線先，50天線嘅藥明咧就係68蚊度，你可以等一等68蚊呢啲位置突破唔到嘅話，先沽啦。其實你話千幾點二23000幾啊嘛，我記得頭先。23600嘅話咧，就係8天線。其實都唔係話好難啊，即係啲人成日都喺度講話，一日裏邊跌6000點，但係其實2個禮拜之內你又升翻曬4000幾點，咁啊嗰個幅度嘅話，其實都大家可以諗一諗啦。咁同埋其實北水一托一托只騰訊嘅話，嗰一日啊，我記得連續2日都3000點啦，所以要翻翻去嘅話，都唔係話真係難事咯，自己個人睇法。咁啊跟住就去到2318啦，佢就問你可唔可以都講一講只中國平安。可唔可以都買咧？呢一隻中國平安 ？OK， 嗱，估值收復嗰方面睇嘅話咧，已經係進行咗，你已經做咗啦嚇。咁就即係最差嗰最大波幅啊，或者最差嘅咁，當然一日大跌，跟住第二日又大升。這個升上個星期二大跌完之後咧，星期三咧就大升咁上咗嚟啦。咁升完之後上咗嚟之後嘅話，而家就一路企喺10天線啦，同埋就20天線呢啲位置嚇。咁10天線嘅位置大概係54蚊到啦。咁
高位嚟睇嘅話，二十天線嘅話，大概56蚊到啊。如果見到嚟睇嘅話，基本上都係企喺呢個位置。再高少少嘅話咧，就係、是、即係當然亦都曾經試過58蚊到呢啲位置，咁就又再落翻嚟。原因係咩咧？佢唔係好似嗰啲其他股份。或者是頭先匯控咁樣啦，係慢慢突破咗啲位置，之後慢慢咁升嘅，啊，或者好似啲科網股份嘅話，持續有啲係中概股嘅啲好嘅消息出嚟嘅話咧，咁就即係飆升咗上去嘅嚇。咁、啊、中國平保嚟睇嘅話咧，就冇乜特別好嘅消息，反而咧係佢個業績嚟睇嘅話係差嘅。嗯，你如果大家記得上個星期公布個業績嚟睇嘅話係差嘅，公布咗業績之後嘅話，個股價咧係。冧咗落嚟啊！咁但係咧就即係公司又解下話之後嘅話咧，大家覺得誒 OK 啦，接受啦，都過咗去啦。上一次即差啫，而家有機會好翻咯嚇。咁咧就話話幸福個事件嚟嘅話咧，帶嚟好大嘅撇帳，咁就即係市場亦都接受咗呢樣嘢啦。咁就即係可有可無咁情況之下，唔跌啦。咁但唔跌咧又唔捨得升咯。啊、所以咧，即係問呢只股票睇嘅話，會係嗰個情況點咧？係唔升唔跌啊，無需要買呢只股票啊。咁如果你買呢只股票嘅話咧，高位嚟睇嘅話咧，我覺得都係大概咧去到100天線嘅位置咧，58蚊到呢啲位置嘅話，其實亦都係差唔多嘅啦。啊，短期冇乜特別嘅利好因素去支持到進一步上升，尤其是咧就即係如果話幸福有問題嘅話，大家知道咧就。都是一些內房企業的一些債務問題咯，啊，咁而家好多內房企業的債務都仲係好大問題啊嘛，咁唔知道到底平保有幾多揸住呢啲債券啊，啊，咁所以睇嘅話咧，未來睇嘅話都仲有一定嘅風險喺度嘅呢只股票。咁其实都讲开一啲比较传统啲嘅股票啦，咁跟住琴日咧最令到市场咧错愕或者可能有啲人咧搏留底嘅话咧，就系嗰只3号仔咧，大家都知道啦，蓝筹包尾股啊，咁啊讲话取消呢个派红股啊嘛，咁个个都谂住咧，琴日咧都算系一个低位咧，都可以留一留，始终你公用股，你有长期有息收，咁但系你而家唔派红股啦，咁但系嗰个问题就系、是，股到今日咧，原來都仲繼續有得兑啦。咁啊，兑到最低咧，其實都係9.52咧。其實而家都算係一個低位嚟嘅。咁唔知係咪相關嘅消息咧？其實其他嗰啲公用股咧，譬如可能講緊2638啦，今日都本身都係有啲跌幅嘅。咁啊，跟住再有另外。港鐵啊，或者係一啲270啊，嗰啲都係有啲跌幅。咁啊，冇啊，都想講下隻3号仔咧。其實啲人成日都搏留底嘅心態嘅話咧，其實係咪都應該要再等睇定啲先？因為始終你消息出咗一日啦，第二日都仲係繼續懟緊落嚟嘅。千祈唔好亂咁留底啊！呢啲股票，如果你尋日。昨天跟你做節目好了，我會再繼續踩多一點的了，但是就即是昨天我相信沒有一間行或者沒有一個分析員叫大家買這隻股票的，是啊，全部都會看淡這隻股票的，真的不應該亂地買這隻股票博反彈，這隻股票你猜它真的是神仙股嗎？跌完之後一成幾之後再跌多 5% 下來，跌 10% 之後第二天會反彈 10% 嗎？不會的嘛，這些公用股份來的，有些什麼人拿著啊，公公婆婆啊，姨姨啊，叔叔啊，那些拿著的嘛，這些沒有些年輕人拿著的話，怎麼會有人炒的呢？不要想著真的會有個很大的反彈，最主要是基本因素是差的，而家個位置基本上而家翻翻落去2017年嘅位置，5年嘅低位啦，已經係。5年嗰時嘅低位嘅話咧，就即係有大概即係當然咧，中間有派紅股啊，有派紅利啊，就即係派息嘅話咧，咁即係當然而家個價咧就即係而家睇咧就大概10蚊，當然咧就即係2017年嗰個位置咧就唔係10蚊呢啲位嚇。咁2017年嗰個位置我一路咁樣飆升咗上去，2019年嗰時個大概當時其實大概。即係而家係計15.6到啦，啊，點解會升得咁多咧？就因為佢嗰個業績好啊，嗰陣時咧就即係2019年嗰個業績嚟睇嘅話咧，反映緊2018年嗰個業績嚟睇嘅話咧，相當之好嘅嚇。咁啊純利嗰個純利嗰方面咧，應該係90億嘅。當大家知道2019年發生咩事啦，
好多好多一九年發生啲咩事大家知道啦，就即係大家都唔敢出街嗰只嚟噶啦，就即係唔係疫情喎、啊、就有啲暴力嘅事件喺街道啦嚇，咁、就即係令到大家咧就消費已經減少咗好多啦。咁所以咧，一九年嗰個業績嚟睇嘅話，即係二零年嗰時公布嗰陣時嘅話咧，其實咧已經係由90億啦，係下降到70億噶啦。咁而家嚟睇嘅話咧，再加埋咧 COVID 呢個問題之下嘅話咧，2021年嗰個業績嚟睇嘅話咧，再進一步係下降啊，咁去到50億噶啦。咁一個公司佢由90億一路係咁下降嗰個盈利啊，幾時翻翻轉頭係真係好難。未知道幾時啊？復甦，你話經濟復甦嘅話，消費復甦嘅話，對佢係咪真係有幫助咧？真係見唔到有真係好大嘅幫助喺度啊！咁呢個第一啦，其次咧就話佢個派息嗰方面已經派息咧就即係停咗咧23仙啦啊，如果冇錯啊，咁就即係除咗派息之外，當然係紅利啦啊，即係紅送股啦。過去嗰十年未斷過嘅，過去十年之前我唔記得睇唔到啊，過去嗰十年。即係話2012年咧到而家都未停過派紅股嘅啊，咁咧就即係送紅股嘅嚇。咁但係咧上兩年睇嘅話，個業績差咗之後嘅話咧，其實咧已經咧係即係原本十送一，而家變咗20送1，而家甚至乎唔送股添啊。咁未來嘅時間，如果真係揸住呢啲嘅觀眾嘅話咧，大家預期佢會唔會再派送翻紅股啦？佢有可能。亦都有權係以後都唔再派送嘅喎。嗯，佢派息，佢公身為一個公用股，佢可以派息，但唔係話一定要派翻送紅股嘅喎。嗯，咁而家新嘅呢管理層嘅話，話以後都唔派紅股嘅話得唔得先？冇話唔得㗎。啊，只要繼續派息，咁誒呢啲一定要派息嘛？呢啲公用股份一定要派息嘅。但紅股咧就唔需要一定要派嘅，咁所以就即係大家唔好諗住咧，今年停咗之後咧，好似匯豐咁樣，明年咧業績好翻嘅話，會派翻紅股嘅話咧，就即係冇咁樣咁大嘅期望喺度啊。咁業績又差，亦都唔會再未來派紅股嘅話，咁買佢嚟做咩咧？收息嚟睇嘅話，個息率嚟睇嘅話，都唔係話好高。咁差嘅環境之下嘅話，你真係唔知佢買嚟做搏佢乜嘢咯。咁所以就即係，如果你尋日我即係尋日。我會咁樣講咯，啊，今日都會繼續咁講，啊，咁都係冇博反彈，冇加息。係啊，即係阿 Hansley 都話三號仔老人家揸得多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又唔係好認同阿澤古講，就係話捉佢直插6蚊，咁大家都知道真係好多老人家揸住嘅咁啊，梗係當然希望佢唔會插得咁金啦，係啦，就真係冇嘅。咁啊，另外就都繼續碌翻之前少少問題先，因為都。彈到好多，但是3000可以升到咩位？而家點解仲冇人問3000？2.61啊，呢一隻又係咧，同係咯，同只商湯都差唔多，跌市升市好似都唔係好關佢事咁樣，係啦。3蚊咯，咪睇3蚊啦，又係睇3蚊先。係咯，而家咧2.6嘅話，唔係呢排都係兩最低位置。而家呢一排嘅話咧，就係大概係2.2毫幾都試過。咁要上翻去嘅話咧，都係3蚊到啊，3.0幾呢啲位啊。咁你而家呢啲位嘅話，冇乜特別消息嘅話，你都好難話升到去邊啊。28號公布業績啦，等下公布業績嗰陣時，睇下有冇機會查上3蚊咯。啊，唔會望高住嘅。係。咁啊，另外咧，其實有朋友仔咧都想再問多次20可唔可以加住噶嘛？啱啱 Kingston 都有講過個睇法，你可以碌翻少少，但係咧我可以答一答你咧178啫。我意思係我可以叫 Kingston 答你，唔係我答你啊。咁啊178咧就話佢冇貨嘅莎莎。咁始終而家咧都係講緊一個問題，就係、是、期望佢放寬疫情所有嗰個限制啊，同埋香港可以回歸翻正常啦。咁其實。之前咧講咗之後咧，其實餐飲股咧已經係扯咗上嚟㗎啦，即係最福樓啊、淡仔嗰啲已經炒咗一轉㗎啦。咁嚟緊呢一堆嘅零售股啦，係咪都可以再可以睺一睺咧？如果有大家有睇我上個星期做嘅我個出租盤房的財經頻道嘅話咧，我係有講到香港。嘅呢啲零售股份啊，咁香港嘅零售股份嘅話咧，就係、是、上個星期表現係相當之好嘅啊，上個星期啊，咁咧就表現得好嘅話咧，原
因就當然就即係當然咧話放寬嗰個防疫措施啲啲路線圖咧，今個星期先講啦嚇。咁但係上個星期底嘅話咧，已經第一咧就話疫情嗰方面咧已經係達過咗高峰期啦，應該咁講。就即係全世界都咁講啦，已經過咗高峰期啦，第五波呢度啦。咁亦都係咧，就係即係啲措施嗰方面嚟睇嘅話咧，開始咧個機會會係放鬆嘅嚇。咁呢啲因素嘅話，都其實咧就係市場有個預期。咁所以咧，好多呢啲香港嘅零售相關或者係唔係淨係話香港零售咯。所有有關於旅遊相關的股份嘅話咧，都其實咧上個星期咧開始起步啊，咁去到咧星期一嘅時間，林鄭終於公布咧就即係路線圖之後嘅話咧，曾經呢啲相關股份咧又再炒多一輪嘅啊，咁炒完星期一之後嘅話咧，尋日咧就開始咧有啲調整啦，今日咧又再例如沙沙咁樣又再跌翻落嚟多啲咁樣啊，咁就我自己覺得嚟睇嘅話咧，係點解會係呢排嘅話會炒翻呢類嘅股份咧？因為大家知道咧，消費券咧就會係四月中後時間咧會係就會出，係啦，係啦，會出噶啦。咁如果真係加埋咧，就防疫措施嗰方面有個機會放鬆啊，例如咧就食肆去到十點鐘啊，可以四個人啊呢啲嘅。如果真的的話，當然對這些零售、食肆相關的股份來看的話會有個幫助。通常炒股票都是炒預期的嘛，所以就即炒定了先，就即這些股份就升了上來，但是呢就即炒難炒啦，炒完之後的話又回歸個事實的話，是不是真的咁大幫助呢？現在暫時看不到咯，所以就即炒完之後又好像落翻落嚟啊！無論係沙沙又好，今日跌咗2%，甚至乎咧九龍倉置業1997又跌咗2%，再加埋大家樂又係跌咗2%。嗱，呢三隻嚟睇嘅話，我哋公司其實基本上咧有一個咧所謂嘅特別機遇基金嘅，咁呢個基金入邊咧係有呢幾隻股票嘅，咁呢幾隻股票啊，上星期做得好，但今日咧同時間咧呢三隻股票咧都跌咗成2%落嚟嘅嚇，咁即係話咧炒作嘅話咧就係好短期咯，短線咁樣炒作咯，咁而炒完之後你要真係見到四月之後真係。那個防疫措施真的放鬆，跟住之後咧，大家又真係消費嗰方面咧係有所增加嘅話，到時先有機會會炒一炒啊。相反嚟計嘅話咧，反而咧我自己就覺得咧就係另類一啲嘅消費股，或者係疫情好咗之後咧，有機會咧嘅個股價或者盈利有個更加好表現嘅股份嘅話咧，嗰啲股份咧可以值得大家考慮。買入嘅啊，咁咧就即係我節目之中咧，亦都講咗咧，其中一隻咧就第一就國泰啊，第二咧就係只新秀麗，呢兩隻咧亦都係我哋公司嗰個基金入邊嘅組合入邊其中兩隻股票表現係最好嘅啊，尤其是只國泰。咁咧就即係尋日嚟睇嘅話，升到上807啊、808呢啲位置啊，創咗一年嘅高位啊，比我哋入買呢只股票嗰陣時嘅話咧，係升咗大概17% 度嘅啊，咁咧就即係相當之好嘅國泰嘅表現啊，大家都完全冇諗過會買呢只股票，會令到你賺錢嘅啊，邊個諗住會真係買國泰一年竟然有10%+個回報咧？我建倉嗰時大概上年嘅三月份嘅時間，啱啱一年啊，有成10%+個回報啊，再加埋只新秀麗，佢業績亦都好啊，咁個股價睇嘅話咧，亦都係咧就即係由即係呢一排睇嘅話，由低位到13蚊都有買呢只股票，買到而家睇嘅話咧，都有成即係拉穩咗平均嚟睇嘅話，都成10%+嗰個升幅喺度啊，咁都算係一個唔錯嘅表現啦。咁我自己反而更加覺得咧，就即係你。大家如果要找一些本地零售股，不如找一些國際的零售股會更加好，即是要大家要買的話，不要買沙沙這些啦，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放寬的嘛，但是歐美國家全部放寬了的嘛，你就算中了招的話，你都不用戴口罩都可以出街行的，即是他們的shopping那方面看的話，那個概念的話會更加大的，所以國際性的銷售零售股份包括什麼歐舒丹啦
包括咗普拉特啦，包括咗隻新秀麗咧，呢三寶嚟睇嘅話咧，都係一個咧就即係疫情好翻嘅受惠嘅零售股份。嗱，如果你真係想買莎莎，不如你買呢三隻，我諗個回報會更加好啲咯。咁啊，講下講下咧，嗰個恆指其實而家係都係維持喺370多點，但係而家咧嗰個成交額咧都已經去到1000億啊！咁啊，我都想問下 Kingston 點樣睇咧？即係今日嗰個成交額配合翻今日最高啦，升400多，差唔多500多點。個成交當然咧同2000億、3000億比較嘅話係冇得比嘅，已經係啦。咁大家亦都係預期到嘅。嗰日嗰兩日點解會跌嗰時咧？又高成交，升嗰陣時反彈嗰時又高成交，因為嗰啲所謂嘅做一啲咧冚倉盤出現啊嘛，咁你一夾倉嘅話，佢要補倉，咁所以個成交多咗去到3000億嘅啦。咁去完3000億嘅兩日之後嘅話咧，個股市又回復翻個比較理性化啦，那個波動波幅性咧亦都比較正常化啦，即係起碼冇過千點嗰個波幅。個情況之下嘅話，成交亦都係少咗，冚倉盤亦都係做咗嘅，咁所以個成交嚟講回復翻咧，就先前嗰個常態咧，就即係1300億、1500億嘅話咧，亦都好正常嘅。咁今日嚟睇嘅話，而家上半晝你1000億嘅話，下半晝我唔覺得有1000億嘅，咁就去到如果有多500億嘅話，去到1500億、1600億嘅話，其實已經係好好啦。如果真係有咁嗰、那個咁樣嗰個成交嘅話，亦都顯示到咧市場有資金買翻喎，真係啊！咁就尋日升完一日之後，升到上20天線樓上，我大家都好似唔係好信啊，因為好多分析員都咁講到啦。低咁嘅股市反彈嘅話咧，就即係反彈去到20天線嘅話咧，就已經冇力噶啦，一定會跌翻落嚟噶啦。咁就今次咧就即係唔單止20天線收復啊，個裂口都收復，22000都收復嘅話咧，就真係咧見到底啦。我都覺得係已經見咗底啦，呢一次係就即係。先至我自己預期，今年最低位置咧會喺第一季見到，果然咧就第一季咧就見到10000，我亦都估計咧就18000至到19500呢個位置嘅話咧，就係即係今年嗰個低位嘅，咁果然咧就即係好近18000點個位置，咁呢個位置完咗之後嘅話咧，我唔覺得會有機會再係跌到落去呢啲位置，除非頭先所講到，係出啲合謀出嚟咯，即係出合謀出。系咯，出到呢啲咁嘅招数出嚟嘅话，就算真系唔出嘅话，真系攞嚟吓一吓你嘅话咧，准备发射嗰啲咁嘅话咧，咁就真系到时会大冧啦吓。咁如果冇呢啲因素嘅话咧，个股市应该见到底吓，咁逐步咧系好翻嘅机会系大嘅吓。咁所以就即系成交嗰方面咧，如果维持咗有1500、1600億嘅话咧，那个即系资金开始入翻个股市度咧，就即系逐步咧，头先所讲到上到50天線先啦，23100，再进一步咧23600嘅100天線嘅话咧，机会系。大嘅，因为嗱，睇翻啦，即系期货嗰边嗰个走势咧，而家都升紧334点啦，咁啊，但系喺啱啱一开始做节目，大概11:19到啦，咁啊，有个走势出咗嚟咧，一分钟图嘅话咧，有啲似系想怼落去，但系咧就怼唔穿22148点呢一个水平啊，咁啊，见到都系佢哋好慢咁样逐级买翻上去，咁所以咧都睇一睇晏昼嗰个市咧，到底佢。有啲廢啊，睇下佢係走上定走落啦。咁但係希望都係繼續走上多咧，因為個個咧即係好多人都係睇緊嗰個22300嗰個水平位啦。咁同埋拉市咧都講多少少，就係而家個街貨牛熊街貨分佈啊。咁啊，大家都可以睇下個走勢，但係都誇張過，原來熊證都62%，但係今日應該都殺咗唔少噶啦。咁大家都可以再繼續夾一夾住先啦。咁啊 ，Kingston， 我哋就～今日就真係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兩個禮拜再見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請繼續啊 follow 我哋Kingston 個呢個 YouTube， 你嗰個 Kingston YouTube 係走出配方的財經人，係啦咁樣。咁我哋可以再下個兩個禮拜再見啦，多謝曬 Kingston。好，我係好，拜拜。拜拜。